第一节，摇膀子。摇膀子，预备。右弓步，前腿弓，后腿蹬，预备起。摇背好似车轮转，用腰带动肩，主要的作用打开气门，即泉穴或章门穴，主要治疗肩周炎。50岁周，右边20下，左边20下，停，换手，腰膀子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停，换腿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停。第二节，磨肩。磨肩主要的作用是通六关，肩、肘、腕、胯、膝、踝，外动引气，内动安摩脏腑。两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转腰下蹬，停。走，炒过头，走，炒过头，转腰，手从一下，从下去，右左手，右手，左手提起，转腰，一上一下，以腰带动肩，以腰带动肩，磨肩，预备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停。第三节，猫洗脸。猫洗脸，出左腿虚步站桩，右手在左面的面颊上，左手拉弓拉足，平面的拉足，呈三角形，主要是作用打通带脉，打通带脉，前面是虚步，虚步，后面是实步。它的重心落在后面这个腿上，预备起，手超过裤腰带，左面实现换腿，由慢到快，腰带动肩，停。猫洗脸，出左腿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换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停。第四节，恨天无环。恨天无环主要作用对消化系统有疗效，特别是对便秘，它的力点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叫气排。先出右腿，预备，手托在肘的下面，上前半步弓步，
便因抓把横天无患使劲拉下，换腿吸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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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挤压内脏，挤压内脏，恨天勿患，预备起，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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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。停。第五节，野马奔槽。野马奔槽，左弓步。这个姿势，它是一倒切，斜面的，两手手心朝外，眼睛朝前看，前腿弓，后腿蹬，预备起，呼，好，两拳心朝外，两拳心朝外，特别的方向，腿推腰，腰推肩，肩推肘，肘推手，他练爆发力。主要的作用，主要的作用，它是防止胃下垂、肾下垂、内脏下垂，对这些慢性病有疗效。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向左七次，向右七次。野马奔槽，预备，出左腿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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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右腿，预备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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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。第六节，扁担。扁担主要治疗颈椎搞腰椎，颈椎搞腰椎，颈椎肥大，颈椎生骨刺，腰椎生骨刺肥大，影响坐骨神经，手麻木，向前半步，两手呈赤平举，手心朝上，手心朝上，眼睛看在后面的手心上，它整个的重心落在两个腿的当中，落在它当中，全身放松，预备起，转腰，两手拉开的距离后持平举，展背扩胸，扁担出左腿，预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换腿，预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停。
第七节，搓草绳。搓草绳主要的作用，防止胃下垂、肾下垂。预备，吸，对胸腺，强化胸腺，对呼吸系统有疗效，治疗气管炎、咽炎，大呼大吸。它的要求吸匀、深、长，呼，耐练一口气，吸，呼，左边气下，右面气下，换腿。这个手提起的时候，顺这个背往这过来，呼，吸，呼，腹式呼吸，停。搓草绳，搓左腿，预备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吸，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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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右腿，预备，吸，呼。吸，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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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。第八节，乌牛摆头。乌牛摆头，左脚向左一大步，手心朝下互当，右手反关节，这个作为支点，肘作为支点，向右去的时候，右腿弓，左腿蹬，主要是健腰补肾。右左，右左，头低于膝盖要求。有心脏病或高血压患者，该动作不做。乌牛摆头，向左一大步，预备，右左，右左。右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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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。第九节，磨豆腐。磨豆腐主要作用，顺肝平气。右脚向前一大步，腰手不要超过腰，向外五拳，一眼睛看在手背上，以脚尖为轴心，向外收后的时候小腹后收，向内五拳，全身关节放松，是本动功的整理动作。换腿，眼睛看着手背上，全身放松，每一个关节都在旋转。
我到府，右脚向前一大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向内五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换腿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向内五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